是西瓜哥哥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约定好要当永远的好朋友哦，一起来跳这首《好朋友》。啦啦啦，别再害羞，挥挥手，跟我说 hello。啦啦啦，别再害羞，点点头，不管时间过多久，要一起快乐，要看你笑容。好朋友，一张卡片给你，暖暖问候。你还记得吗？小小的时候，就算失败也要打气，加油加油！好久不见了，我的好朋友，一个拥抱给你，深深感动。啦啦啦，别再害羞，挥挥手，跟我说 hello。啦啦啦，别再害羞。失败也要打气，加油！好久不见了，我的好朋友，一个拥抱给你，深深感动。啦啦啦，别再害羞，挥挥手，跟我说 hello。啦啦啦，别再害羞，点点头，不管时间过多久，要一起快乐，要看你笑容。小八今天是在玩变喜怒哀乐的变脸游戏哦，这个简单，小朋友也会。那大家一起来做喜怒哀乐哦，预备备，开始，喜，小嘻嘻，再来再来，怒，生气，再来再来，哀，好难过，乐，好开心，哇。小朋友看起来都很厉害，好像是变脸高手一样哦，好可爱哦！真的耶！那等一下猜谜完，我们帮小朋友可爱的表情拍照留下来做纪念。好啊，那就先请船长变一个提示给我们吧。谢谢船长。第一个提示是树。树，你们一定都以为是要猜树上的水果。No no no， 今天要请大家猜的是一种会爬树的高手，
虽然他是爬树高手，可是他的动作很慢。咦，好奇怪的爬树高手哦。嗯，小朋友，你没有想到哪一些爬树高手呢？有什么？马达雅、蜥蜴，还有嘞、哦？还有嘞？大猛、毛毛虫，还有呢？松鼠，还有呢？蚂蚁。哇，小朋友很厉害，想到很多答案呢。那再给你们一个提示。它有一条又长又卷的尾巴，还有还有，它还有一条可以变长变短的卷舌头，像这个样子。哦，有长尾巴又有长舌头的爬树高手，小朋友赶快动动脑筋想想哦。这个动物真有趣哎！对呀、啊，那我们要来听听第二个提示，才能知道是什么哦。没问题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吧。谢谢船长。咦，魔术师，意思是说啊，这种动物就像一位魔术师一样，他喜欢玩变颜色的魔法哦。哦，碰到绿绿的树叶就变成绿色，碰到干枯的树枝就会变成咖啡色。变来变去，有时候变得看不见，也让人找不到它，很神奇呀、啊！很神奇，然后又会变色的动物，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答案呢？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你猜到了吗？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；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小朋友们一起大声说，答案是什么啊？没错，我们的答案就是变色龙。啊，是变色龙吗？我们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喜欢玩变颜色的魔术，有时候把自己变得让人看不见的爬树高手就是变色龙。哦，他们猜对了啦！耶、yeah, ，猜对喽！帮自己拍拍手。嗯，有蚊子，真的耶。耶，猫是他们的了。怎么又失败了？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。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！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变绿色的了啦，变红色的啦。船长，你把我们两个也变成变色龙了啦。不要再喷了啦。咦，没事。啊，没喷啊。小朋友，赶快动一动脑。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，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？加油，加油！答案就快要出来喽。没有错，美丽的小石头，再加上简单的线条，哇，就变成了巴巴小汽车。记得带相机吗？噔噔，在这里！月亮姐姐，我早就准备好喽。哇，你的口袋真方便呢。嘿，那你知道有哪些动物跟你一样有口袋的啊？我知道，有无尾熊和袋鼠，那是他们的育婴袋。哇，你真聪明。K P Key。钥匙 Kangaroo Kangaroo 袋鼠 King King 国王 Knee Knee 膝盖 Korea Korea 韩国 Kitchen Kitchen 厨房。今天学
学了很多由 K 组成的单字哦。我要赶快拿笔记下来。爸爸 ABC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我帮你拍照。好啊，笑嘻嘻哦，一二三，耶！哇，爸爸你好帅呀、哦！微笑啊，无论去谁。